下一位。真理大学的朋友，评审老师们，大家好。我是来自香港的熊耀生，我很喜欢唱歌。我在上班的时候啊，骑车的时候啊，洗澡的时候啊，大便的时候也是会在唱歌。所以希望今天评审老师可以给我机会，可以晋级，然后可以多唱一些歌给大家听，谢谢。熊耀生，广东话点讲啊？洪耀生，洪耀生，对。啊，你好，你好。你好高挑哦，186公分。你为什么会来台湾呢？哦，在之前我在淡江念书，淡江大学。哦，对，然后呢？然后就毕业以后就继续留在台湾，因为我不太喜欢香港。应该是这样说，我比较喜欢台湾。为什么？为台湾哪一点吸引你，让你留下来？热情，台湾人都很热情。不是因为交了女朋友，所以就走不了。这个我下一次再讲。没有啦，台湾的女生也很热情，我很喜欢台湾的女生。对，加油啊！好，谢谢。希望能够在台湾完成你的梦想，对不对？谢谢谢谢。唱什么歌曲？陈奕迅的《内疚》。好，请开始。熊耀生远从香港来到台湾念大学，在台湾念书的期间，逐渐爱上了这块热情的岛屿。在一家饮料店打工的他，梦想是能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饮料店，而他希望能够过关斩将拿到奖金，圆自己开饮料店的梦想。祝福他能够顺利过关哦。我曾知道你的好，我曾知道你有多重要，我曾经知道不睡觉我的影响太吵，你是我的安眠药，我常自暴不环保是为你好，始终改不掉宝宝的哭声听不到，我的音响太吵，你走了也管不着，摘下了没错，却攻向我心头，尝试而尽操控所有，每当我回头，你就是坏之手，砍掉我回忆中的所有，天亮了给我找个借口，来麻醉这伤口，血流了却未沾透，是时候放手，来又不接受，我已无所有。谢谢。耀生，我觉得你的嗓音很好，就是尤其是中音的部分。但是我觉得你的唱歌的时候欠缺一点东西，因为Eason 的这首歌啊，他的副歌其实是可以很有张力的，不管他的那个痛，我觉得你的痛是可以多做一点点变化，包括你发声的部位，因为你可能一直都在同一个频率上面，可能就是因为你中音很好，但你就是一直保留在那个中音的部分，但你到高音的时候，其实你可以有些时候那个共鸣可以上到头，或者是再多一点点不一样的音色让我们听见，这样你唱歌才会丰富。了解，就是小问题而已。OK， 恭喜你过关，谢谢谢谢。下一位，大家好 ，Hello everybody， 我是惠子。粉丝都嘞，请尖叫一下好吗 ？Oh my god！ 我的 baby 说你们逊毙了。
今天我是来介绍我最好的朋友，他的歌声温暖的像阳光，他的长相美的如花，哦耶！大家请这是我最好的朋友张慈琳，慈琳啊，请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张慈琳。各位评审老师，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我叫张慈琳，我来自台北的真理大学，我是财税系三年级。那因为家里也是有在就是卖伴唱机，所以从小就很喜欢唱歌。对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的歌声，谢谢。好可爱哦，卖伴唱机的哦。对，所以你就有无数的歌可以练，对不对？对，好爽哦。因为伴唱机也不便宜耶，一台可是自己家里的。对啊，对，天生就有这样的环境，对不对？对哦，也谢谢你的朋友。哇，你们这个又是惠慈又是如花的，我受不了了。那汤尼圈有没有来啊？好好表现啊。好，来，既然练了那么多歌，今天是挑哪一首呢？维嘉幸福。好，郁可唯的歌曲。对，请开始。是像一座迷宫，但我不服。谁说一个人不能走出？与你相爱迷糊，忍不到你退出。再多分岔路，会很清楚。我慢慢重组。散步在朋友面前坚持不哭，曾经他们和我一样相信幸福，这一刻孤独还在房里住，我怎么去住，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，少一点自由就变负，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，怎么在爱里为我觉得你最大的问题其实不是唱歌的问题，而是太虚，你一定要把你的气练好，你的那个张力跟情绪才有办法表达，有加分题吗？啊，有。那我要唱张惠妹的《真实》。不要紧张。好。哦，你一定可以唱的，你真的不要紧张。好。哦，赶快拿出你的实力来。好。来。心动比快乐更真实，爱为何这样的讽刺？我忘了这是第几次，一见你就无法坚持。孤独比拥抱更真实，爱让人失去了理智。会不会是我太自私，拒绝跟寂寞的日子，放不开也看不见未来。难道这种不完美才是爱情真实的样子？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其实你将来是有机会的，你一定要很扎实的去练你的气，练你的身体，练你的发音，好不好？我猜啦，因为在 KTV 练歌的人或用伴唱机练歌的人回音都开得不小，所以会以为自己的声音非常有穿透力，或者是好像这样就够了，你忽然发现刚刚声音好干好干好干，因为没有加任何的，对不 对, 对，跟家里唱不太一样，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好，谢谢你来。好，谢谢。
下一位，到底是何方神圣，竟让黄子佼吓得目瞪口呆？